Thưa quý quan chủ nín hảo, quý khán giả như tung sơ tiên sư phim đạo đợi xin vấn giám mục. Trước tiên lại quan chủ kinh thiên xin vấn giám mục tự truyền nội dung. Việt Nam quốc gia chủ tịch Giang Nhân Trọng đối Hà Sắc Cơ Sư Thản chính chính quốc sự phỏng vấn. Phỏng hạ kỳ gian, Giang chủ tịch phân biệt hội kiến là Hà Sắc Cơ Sư Thản tổng tổng, tổng lý và lãnh viện lãnh đạo. Việt Nam Quảng Trị tỉnh với Lào Sa Wa Na Chi tỉnh 2012 年边界看见立碑工作座谈会在广治省东河市举行。第四届粤辽柬三国文学作家会议暨湄公河文学奖颁奖仪式在香港市举行。粤共中央总书记阮福仲即将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将有助于深化越南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关系。越南与新加坡于1973年8月1号建立外交关系，越南驻新加坡大使馆和新加坡驻河内大使馆分别于1991年12月和1992年9月成立。新加坡十分重视发展与越南的合作伙伴关系，越南成为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经贸投资市场之一。两国高层互访频繁，阮经昌主席于2011年9月访问新加坡，新加坡总统陈庆炎于2012年4月访问越南。双方于2004年签署21世纪跃进全面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并于2005年签署联系框架协定。自1996年以来，新加坡一直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跃进双边贸易额逐年增长。2010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62亿美元，2011年达87亿美元。近年来，新加坡对越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目前新加坡是越南第五大投资国。截至2012年4月，新加坡对越投资项目共有1020个，注册资金总额达近230亿美元。越南在新加坡投资项目40亿个，注册资金总额 6.14 亿美元。这些年来，两国在国防安全、旅游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截至目前，约有9000名越南大学生在新加坡留学。越南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于1993年10月正式建立关系。阮福仲总书记此次访问新加坡具有重要意义，继续全面和同步展开越南外交路线，是越南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充分体现，肯定了越南重视加强与本地区各国关系的政策，及越南作为东盟负责任的成员国，愿与新加坡和东盟其他国家共同建设团结强大的东盟共同体的决心，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友谊、合作与发展做出贡献，加强越南共产党与新加坡执政党的关系，为两国关系提高到新台阶奠定牢固基础。据东社特派记者报道，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哲巴耶夫的邀请，越南国家主席阮经昌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于9月9号到11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9月10号上午，在哈萨克斯坦总统府，越南国家主席阮经昌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哲巴耶夫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在友好的气氛中，阮经昌主席与纳加尔巴耶夫总统就双方关系、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肯定两国领导与人民将不断巩固与发展双方关系的决心。双方一致同意增进互访，继续联合举行文化日活动，旨在推动双方合作关系，尤其是经贸与投资领域。两国领导已集中讨论推动粤哈在经贸、能源、日用品生产、交通运输、旅游、农业和矿产等领域发展的措施。双方强调继续积极且充分落实2011到2013年阶段粤哈共同行动计划，保持与提高粤哈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在经贸与科技领域的活动效益。双方表示相信越南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为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双方强调虽以和平方式解决亚太地区所发生的争端，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符合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哈萨克斯坦总统强调哈萨克斯坦将早日在越南设立大使馆，张主席对此表示欢迎，并重申越南将为哈萨克斯坦驻越南大使馆顺利运行创造便利条件。张主席邀请纳加尔巴耶夫总统访问越南，纳加尔巴耶夫总统表示感谢并接受邀请。会谈后，阮经昌主席与纳加尔巴耶夫总统签证了两国各项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粤哈两国建交20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并再次肯定两国继续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实质化的决心。双方将继续保持政治对话的势头，增进两国各级代表团互访与接触，不断增强双方的互信。
Phản Kha Chi Chien, Trang Jin Chang chủ sĩ phân biệt hội kiến lời Kazakhstan Tổng lý Kha Lý Mũ Maximovu, ý chí Kazakhstan Lãng Nguyện lãnh đạo. Hội kiến Kazakhstan Tổng lý Kha Lý Mũ Maximovu Phu, Lãng Nguyện lãnh đạo chẳng đạo, tại Lãng Quốc Lãng Hào Chính trị quan hệ đề chỉ chủ sang, Yue Kha Lãng Quốc Yên Thuy Động Xoang Phạm đề Kinh Mạo quan hệ, Sở Chí Yue Lãng Quốc đề Chiến Lý Giang Trang. 具体是，恰大对经济口工作的支持力度，早日启动越南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签署经贸领域的合作协定等。当天，越南国家主席江继川出席粤哈企业论坛，并接见了哈萨克斯坦企业代表。此前，9月10号，江继川出席分别会见了哈萨克斯坦参议院议长凯拉特马米和哈萨克斯坦众议院议长诺尔兰尼格马图林。 会见时，双方就促进两国及两国国会合作关系的措施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双方强调，除了审议与批准双方已经和将签署的合作文件，以完善双方合作法律基础外，两国国会将积极推动双方展开所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旨在加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此外，双方还表示将加强两国国会在国际和地区议会、论坛上紧密配合。其后，张金川主席亲切会见了曾经为越南建国卫国事业所提供帮助的哈萨克斯坦老专家、越南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干部和工作人员，以及旅居哈萨克斯坦越南人代表。张主席嘱咐旅居哈萨克斯坦的越南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和遵守该国的法律规定，成为推动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9月11号，张建川主席和越南高级代表团离开阿斯塔纳，圆满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访问德国期间，9月10号，以越共中央政治局原中央宣教部部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丁世松为团长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参访了德国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研究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举行会晤。 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安德利亚·纳勒斯女士与德国社民党其他领导人同越南共产党工作代表团认真且坦率地讨论双方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新闻对党工作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等，同时肯定了两党、两国人民的传统合作关系。 丁世雄部长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转达了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问候，并表示越南高度评价德国在欧洲与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越南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党、两国人民的合作关系。丁世雄部长建议，双方应大力推动代表团互访，互相交流与学习借鉴在职业培训方面的经验等。 代表越南共产党领导丁世雄部长邀请德国社民党领导与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利亚·纳勒斯女士明年访问越南，并出席预计明年在越南举行的第三次理论对话会。 因俄罗斯联邦国家审计署的邀请，从9月5号到11号，越南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黎明凯率领越南审计署代表团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 9月10号，在俄罗斯，越南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黎明凯同俄罗斯联邦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谢尔盖斯捷帕省举行会谈，双方就有关审计问题和推动今后合作关系交换意见，讨论并签署越南宁顺一号核电站投资项目的双边审计协议，同时向两国政府献计，确保越南宁顺省一号核电站投资项目如期及有效展开。 按计划，9月11号，越南国家审计署代表团会见俄罗斯国家杜马领导人，报告两国审计署近年来的合作成果，并提出今后推动合作的措施。 值越老建交50周年，越老友好合作条约签署35周年，2012年越老老越友好团结年之际，9月11号在越南广治省东河市举行了越南广治省与老挝沙哇拿几省2012年边界汉界立碑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上，双方领导评价了2011年关于两国两省边界工作备忘录的落实情况，就加强两国边界线乡村居民乃至两省人民的友谊交流和传统关系等主要内容达成一致。近些年来，广治省边防部队已经与老挝沙瓦纳几省有惯力量进行多次单方或双方巡逻活动，同时为两国人民发展经济和在节日之际互相交流等创下便利条件。双方在防止各种犯罪、加强合作。 关于汉界立碑工作方面，截至目前，在越南广治省与老挝沙瓦纳几省边界全线上，在35个戒备位置中已完成31个，目前正完善两国边界全线戒备档案，递交两国联合委员会批准。
双方已签署备忘录，并就展开落实的各项内容达成一致，其中强调加强展开友谊交流活动，为各家企业和游客办理出入境手续，创造便利条件和考察双边投资合作机会，升级改造口岸区交通公路和基础设施，加强宣传工作，提高人民对国家戒备系统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的意识等，建设越老边界线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与发展的边界线。9月11号在河内，越南劳动荣幸社会部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举行东盟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会议，该会议是在第八次东盟社会福利与发展高官会议框架内举行。会议的目的是提高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标准与文件中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的认识，加强东盟各国有关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社会保障战略政策与计划的信息交换。该会议还协助东盟各国提高政府及社会伙伴在推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的作用，收集有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典型模式，并维持其发展以及绘制东盟社会保障服务地图。东盟社会福利发展高官会参会领导代表、东盟秘书处官员、国内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国际与地区各专家以及国际组织、联合国与越南政府机构等代表共同参加本次会议。据国际咖啡组织刚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前几个月，越南出口咖啡达120万吨，创汇25亿美元。越南首次超过巴西，成为世界第一大咖啡出口国。越南咖啡可可协会秘书长阮月荣表示，上述数字是双面性的。一方面，实际上这只是今年上半年的数字。今年上半年越南咖啡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按全年计算的话，在咖啡产量和出口量方面，巴西仍居世界第一位。另一个方面，在2011到2012年咖啡季节，越南咖啡产量较高，出口前景乐观，有望达到去年出口金额的水平。关于越南咖啡品牌这一问题，阮月荣秘书长认为，越南虽然一直是世界咖啡出口第二大国，但越南咖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越南尚未打造越南咖啡品牌。实践表明，目前越南仅有邦美属咖啡品牌，因此注重提高越南咖啡质量、打造越南咖啡的世界品牌等，是越南咖啡产业的当务之急。越南咖啡可可协会秘书长阮月荣指出，今后越南要想维持咖啡出口大国的地位和越南咖啡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那么越南需要大力投资咖啡生产基础设施。目前越南西缘地区咖啡生产五省的生产设备较为落后，其影响到咖啡的质量，因此越南各家咖啡生产商应大胆转变咖啡加工方式，提高越南咖啡的质量，从而树立越南咖啡的世界品牌。另外，目前越南咖啡种植面积30%是已经老化的咖啡树，如果没有改善这种咖啡树老化情况的及时措施，那么连越南世界第二大咖啡出口国的地位也是难保的。第四届越老奖三国文学作家会议暨湄公河文学奖颁奖仪式于9月11号上午在岘港市举行，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印度等国家近40名文学作家参加会议。越老奖三国文学作家会议是两年一度在三国轮流举行的会议，迄今越老奖文学作家的合作机制是健全，为三国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创造便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关于越老柬三国的团结友谊的作品在数量上比往年翻了几番。除此之外，本次会议还接纳泰国文学作家协会为正式成员，印度越南友谊协会的作家代表团以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会期间，组委会还向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的15名文学作家颁发第四次湄公河文学奖。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会。